小云啊，啊，微信上面聊了这么久了，今天终于见到你了，你感觉我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人挺好的。哦，是吗？你是不是有点冷啊？是有一点。要不我把衣服脱给你穿吧。你咋的？感觉咯着了？还有点冷。还有点冷。那你别急，我再脱一件了。